据报道，韩星宋一国与三胞胎大韩“民国即万岁”自从参加了某人气亲子节目后，拥有不少粉丝，并十分关注三胞胎的动向。而宋一国的妻子郑生妍于去年八月起赴巴黎进行研修，三胞胎也有同行。宋一国不时穿梭两地，兼顾家庭与工作，抽空陪三个孩子四处观光。而他今日在 Instagram 上传三胞胎吃热狗的新照，三胞胎显得滋味无穷。据悉，该热狗是冰岛非常出名的热狗店。看来宋一国又陪三胞胎去了冰岛游玩，不少粉丝见到三胞胎不惊不觉已六岁半大，纷纷留言指三胞胎长大得真快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